的龙的一个雕刻的部分哦，这个呢也是代表的一个喜庆的意思哦。那现在呢，在我们一格车的后面呢，我们也要介绍的也是我们的神将团哦。那来恭迎我们的七爷八爷，也就是我们范谢将军神将团莅临我们淡水平安师。那因为呢，今天的阵头非常的多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要麻烦我们神将团的朋友，我们餐礼的部分一直到就可以了，也谢谢你，谢谢。就可以了，谢谢你们。上面是我们新建工有虎王爷的两伞哦，这是我们两伞车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。也祈求刘虎王爷能够护佑淡水平安师所有的如下众弟子，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，同沐神恩。